术协会创会长邱敏华老师。好，我们现场现在光临的我们的局长司长黄碧霞司长，好，以及我们桃园县大地艺文学会理事长许瑞月理事长，如墨堂文化公司负责人王琼如先生，以及我们陈若慧老师、林玉芳老师、杨丽芬老师、黄昭雄老师，以及我们新竹县三县前乡长吕玉环老师。好，谢谢各位的光临。那因为现场来宾真的非常多，假如没有就是特别介绍您的，请您的见谅哦。那我们现在呢，要邀请我们的，另外一道呢？现在邀请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我们的枫叶小姐要为我们带领呢各位呢唱感恩的心，我们欢迎枫叶小姐。